经上说，短短今生一面镜，前世多少香火缘。红尘滚滚，芸芸众生，缘分缘散，处处皆缘。夫妻是缘，是前世所修，是命中注定，前世不欠，今生无缘相聚。佛坛也说过，夫妻缘是前世五百年修行才换来今生相逢。成为夫妻是要透过今生来了去前世累积的纠缠。什么是缘？缘就是不管你在地方，在什么环境下，冥冥之中总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操控着你，让你无法摆脱，无从逃避，即所谓的命中注定。苍大佛今生相遇相爱，注定是前世的姻缘，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佛学上讲是愿力和业力的结合，种种愿力业力经过今生几世之后，不管时空变换，不论贫富丑俊，还是会发生。或是前世发愿约定来生再接夫妻，或是感恩报恩，甘愿侍奉，或是宿债难了，今生偿还。因为愿力，轮回中再次相遇，彼此的灵魂认出了对方，常常一见钟情，觉得似曾相识。一切有为法，尽是因缘和合，在注定的因缘际遇里，我们唯一的选择是别无选择，所有发生的都是该发生的，都是因缘具足。前世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，今生所有的经历都是上天的恩赐。佛陀被鲜花包围，夫妻是缘，儿女是债，无缘不聚，无债不来，两人结为夫妇是前生因缘注定的，是了缘来的。善待彼此，千万不要就业为了又添新业，别再抱怨，你要付出更大的爱去爱对方。你要明白，一切有缘众生都是来了缘的。菩萨的慈悲心不单单是对其他众生，更是对离你最近的人，一生都要彼此善待。佛像缘来则去，缘聚则散，缘起则生，缘落则灭。红尘十丈，却困众生芸芸。人心虽小，也容我佛慈悲。情之一字，如冰上燃火，火烈则冰融，冰融则火灭。故此佛曰，不可说人生在世如身处荆棘林中，心不动则人不妄动，不动则不伤，如心动则人妄动，则伤其身痛其骨，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。有了夫妻缘，就要好好珍惜，好好把握，好好善待，互相理解，互相包容，互相温暖，今生才会幸福，也不会再给下辈子欠债。